气氛。三峡北大高中举行毕业典礼，欢送第一届毕业生。典礼中由高三毕联会学生所创作的毕业歌曲《走啊走啊》，成为这一届毕业班学生们的专属纪念曲，为毕业生们带来许多共鸣。同学们也在现场看着大荧幕齐唱。这一首专属于毕业生们的歌曲，旋律轻快简单，从作曲、编曲与弹唱、作词到影片拍摄，都是由学生一手包办。曲调部分就有四位同学合作创作，曲子的时间也长达几个月。我认识很多很多同学，所以毕业的时候其实非常有感觉，要跟这些同学分离。那大概毕业的几个月前就开始创作，对，原本是从一些比较凌乱的一些音符到自己，到后来慢慢修，变成现在这首毕业歌。我用和弦就是用现在台湾的流行歌常用的和弦，这样大家听起来会比较有熟悉的感觉。词由三位同学一起完成，歌词的内容都是源自于毕业生们大家三年学校生活所拥有的共同记忆或生活点滴。因为我们觉得我们既然要创作一首歌，那当我们的毕业歌的话，那我们不如就直接把我们共同独特的回忆都写出来，然后这首歌对我们来说比较有意义。作词部分特别把学生们对校长训话的昵称和校长常用的口头禅也写进歌词里。曾经长的说书回荡耳边，孩子们别气馁。掌门说书就是我们会全校一起听校长讲话，就是我们独特的专有名词。校长会有一些勉励我们的话这样子，那我们也把校长的口头禅就是孩子们憋进去，那用孩子们憋气呢，然后去象征校长给我们的鼓励，然后也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未来路上不要气馁这样子。听起来很跳痛的歌词，其实都是记录着毕业生们在新生训练时所拥有的共同回忆。大人小哥们也愿见垃圾其实都在聊天，太阳它闪得耀眼，我们却都累得闪回。愿山跟满月圆就是我们高一的时候去爬的山，然后我还带着扫帚去，因为我们是名义上是需要去进山，对，然后其实后面我们有讲说其实大家都在聊天。影片剪辑是学生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完成。北大高中学生站在台北大学校园里，看起来像是不合理的画面，其实都是起来有字。我拍摄跟剪辑差不多花了一两个月吧，对，因为最一开始我们学校是在台北大学这边，然后呢过了一年之后呢，我们有再搬到新的校舍过去，所以呢我在这部影片里面最想要呈现的就是一个迁移跟一个转换地点的一个就是理念。毕业生合力创作，让高中三年的生活有一首时时可以播放的纪念曲。数位天空新闻三峡报道。